咋子？我们两个人要到姑姑家里去，你借200块钱给我用一下了。到姑姑家去要钱干嘛？你说要钱干嘛？我做不了公主去了，不要买点东西了。家里现金用的差不多，没那么多哎。怎么那么久啊？我们向你借点钱就说没有，不借就不借，还找那么多理由干嘛？弟妹，真不是，要不等我洗完衣服到街上去取了。我看还是算了吧，等你到街上去取钱，我连姑姑家的饭都管不上。我看家里还有芝麻油和鸡蛋，你就一样给我一点就可以了。那个芝麻油你哥已经卖给别人了，过两天就要拿走的。我才不管呢，你总不可能叫我一个大男人找亲戚还空着手去了，你不拿我自己去拿。这里这么多，多捡一点。有这么多了，差不多了。李小璐，你们到哪里去啊？哥，我们到姑姑家去一趟。到姑姑家去，你拿我的油干嘛？这油人家付了钱的。我们到姑姑家去，总不可能工作手续了。想做人情，自己站去，还就拿我的油做人情。真不知道你怎么会变成这样，你还是我亲哥不？走啊走啊！七妹，这油人家付了钱的，你怎么让他们拿走啊？你怎么又拿回来了？他们到姑姑家去没什么拿的，你就让他们拿去了。你就别管那么多，谁叫他平时不继续赚钱呢？这是我这几天发的工资，你拿到。怎么这么多呀、啊？好了好了，这拿的会多啊，我来洗衣服吧。磕磕绊绊也心甘情愿，不要再。七妹，你要到哪里去啊？我到园里去搞点菜了呀。我陪你一起去吧。好啊。七妹，这几天下雨，这个菜长得挺快的。是啊，那里还有几条黄瓜，再不摘就老掉了。我接个电话。好啊。怎么这么多黄瓜？是啊，刚才谁打电话给你？姐姐打来的。哦，那里还有个大的，我们一起把它带回去吧。好嘞。七妹，这园里的菜再过半个月吃都吃不赢哎。吃不完可以拿去卖呀。走啊，够了。好嘞。七妹，我来提。七妹，这个菜怎么弄啊？冰箱里还有肉，拿辣椒炒吧。好嘞，我来弄，你去歇会。好啊。一定遇见，我不想今生留下遗憾。我要的幸福其实很简单，只要有你陪在我的身边。我们下辈子不一定遇见，磕磕绊绊也心甘情愿。不要早白头，只留空悲叹，就让岁月见证爱的誓言。云芬，你刚刚把油拿回来，是不是我们做的有点太过分了？这么久了，你还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呐、啊？没有经过劳动，他哪里知道这东西是怎么来的？那你以后不要用这种方式对他，要慢慢的教他。好了好了，吃饭吧。我看你种的菜挺好吃的。不是吧？是你种的好吃吧？真的菜挺好吃的。啊。弟弟弟妹，还有一块地的油菜呀，你们帮我一起去把它打回来了。我昨天不是帮你打了吗？今天怎么还要打哦？我够不动的，抬都抬不起来了。我看这天好像要下雨，如果再不打回来，放在地里会发芽的。前几天晴天你不打，非要等到要下雨了你才急着打。是啊，实在是我够不痛，你要么就过几天等天晴了再去打了。那地里的活怎么能等呢？万一牛菜籽真的发芽了，到手的东西就可惜了。你们实在不愿意去就算了，我自己去。等待的容颜是否也没有改变，迎接我心如风尘，等待我的人我曾憧憬，我心泪迎接着我，我还依然
早上你就打完回来了，打了这么多你怎么不叫我去帮你拖啊？早上叫你去你不是不愿意吗？好了好了，这个我来搬吧，你赶快去弄饭喽。好啊。经过多少年，只有我还在沉睡。到了黑夜，在我身边，没有一盏灯，没有一个等待的人，只有夜色依旧如从前。傻子，你知道吧？之前我们在外面打工，天天吃炒粉。吃都吃厌了，没想到回到家里偶尔吃一顿炒粉还真的是挺好吃的。小龙啊，你们是不是回来久了想出去打工了？反正你们在家里也帮不上什么忙，要么你们还是出去打工吧。哥，我拿的是那种意思啊，我是说少吃炒的粉好吃哦。知道好吃，你们就要多帮家里干活。知道了，晓得了。嫂子，你这样天天做事不行哎。这都过节了，人家家家户户都包粽子，我们家什么时候要包啊？其实我早就想包了，这不是家里有这么多事吗？等我洗完衣服我就去包。那好吧，那你要多包一点肉粽子来吃嘞。好啊。花船舟浮沉沉潮，清雪断人潮，谁家城头有美的不堪人间一场烟火，一生生开阔，可却不再是我从今孤独过。山南花已凋落，浮沉在沉着，可两生无多，情丝莫忍说。十三回头望，千年无一笑。春情自有几场，难把风月凉。
在他乡，红尘别渴望，凭栏数尽孤帆泪两行，人间一场烟火，你曾盛开过，可惜人在心窝，从此不语过，情难化已凋落，怎堪再斟酌，可怜良辰无多，情丝无人说，人间一场烟火，你曾盛开过，可惜人在心窝。嫂子，这粽子都快煮了两个小时了，怎么还没熟啊？难化一凋落，怎堪再斟酌，可怜良辰无多，情丝无人说，可怜良辰。七妹，我不是叫你不要包粽子吗？有时间歇一歇。没事的，平时也没时间包，这过节了总要包一点吃了。哥，这过节哪里有不包粽子吃的？嫂子包的不是挺好吃的？是挺好吃的，其实我也挺喜欢吃你嫂子包的粽子的。嗯，好吃。嫂子，园里的草拔的差不多了，趁现在有空你就摘点瑶米来泡酒喝了。是哦，昨天在我弟弟家喝的那瑶米酒还真的挺好喝的。这园里还有这么多草没拔完呢。这点草我们来拔吧，我爸去晚了，连杨梅都摘不到了。那好吧，那你们要把这里草全部拔完呢。好哦，嫂子，你要多摘一点来嘞。屏住了所有的呼吸，我怕你走错了轨迹，做了心跳的标记，在梦里总有个秘密，总是让我挥之不去，忍不住探索了心底，为何你摸索了离去。就算我说我爱你，就算我说我想你，你也不能听到我的心依然停留在这孤寂里。嫂子，你摘一点杨米怎么摘那么久啊？你不是说要多摘一点吗？而且路又那么远，肯定要这么久了。好了好了，你就先去弄饭吧。你是把冰箱的肉拿出来帮我切一下，我马上就去弄。冰箱的肉你又没有提前拿出来，冻得那么硬，我怎么去切啊？做了心跳的标记，在梦里总有个秘密，总是让我挥之不去，忍不住探索了心底，为何你摸索了离去。就算我说我爱你，就算我说我想你，你也不能听到我的心依然停留在这孤寂里。我想再靠近一点，我想再走近一点，让你能够听到我的心，什么时候也能把我想起。就算我说我爱你，就算我说我爱你。七妹，这瑶米好新鲜呐、啊、你去摘瑶米了？是啊，你尝一个好甜。哥还搞了瑶米酒呢。哦，原来是你想喝瑶米酒的，所以叫你嫂子去摘的瑶米啊。哥，做也要做了，吃也要吃了，搞一点瑶米酒有什么关系嘛？现在人家好多人都搞了。你这种人我真的服你了。牛帅，你可别这样说，到时候亲戚朋友来了还可以拿凉的酒招待一下。四妹啊，哎，那个是啥啊？行，你过来要不啦？啊，我家是干爽的。是的是啊，我马上该用种鸡马上来外地了，我明天打车来，然后当个地老干滚了。嫂子，早都没听到瓦行可那个，现在玉米都装到口袋里了。装到口袋有什么办法呢？我做把理财挣黄了，我赚到口火了。
你做芝麻鸡子不会到别人那里过啊，为什么偏要到我这里走啊？到别人大嫂不能干吃面，大嫂娘吃面麻烦点的。嫂子，既然人晚了，我并不是不愿意让人过，只是玉米长得过来了的，搞掉的太可惜了。我谢谢我信了，我要把你们带正亮两个来的。好，我一碗过来给你。我们老娘鸡子不带过来，鸡子我都当过了过来，鸡子不带过来，我大人带过来了。好好好，嫂子，你去的时候不要晚了，我跟晚哈。你等一下，我在锅里扒包一路鱼，到时候让鸡子在这里过。我晚了不嘞？我一下子该心里打着双鸟笼，我要不要拿点鸭肉喂？我拿点米子当呢？不用我烧的，你过在个年纪种点东西还不容易，我哪里会要那个东西嘞？那个米米子不管叫我叫哪个？真个不用我烧的，那先飞机，我马上来把米米做不过哈。哎呀，姐，我就不好意思啊。没关系。嫂子啊，你还真的要把它剁掉啊，再过段时间玉米就要长出来了。肯定要剁掉了，不剁掉它鸡子怎么进得来呀？好好好，剁吧，我去除草。好。西米啊，今天那个花生草除完了没有？哥，花生草是除完了，你不知道啊，今天嫂子把好好的玉米都砍掉了。西米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其实也没什么，就是我们玉米地里上面那一块地，人家嫂子马上要种芝麻了，打地的地子没办法进去，想在我们玉米地里过一下，所以我就砍了几垛玉米。哥，我说是吧，今天砍了那么多玉米，人家说拿玉米给我们，嫂子还说不要，你说傻不傻？我干啥的是你吗？人家那么大年龄种一点东西都不容易啊，你还好意思要人家东西？是啊，李花，我们做人要大度一点，眼光要放远一点，方便别人同时就是方便我们自己，我们年轻有的是力气，随便在哪里多种点就来了，知道了。西米嫂子，你在扫地啊？你看这朵花漂亮不？这是我女儿送给我母亲节的礼物哎。哎，是挺不错的，想不到她小小年纪还会做这个送给你，真是个懂事的孩子。那当然了咯，这个还要你说啊？母亲节你女儿都没有送你礼物啊？谁说没礼物啊？妈，我们回来了。哇，妈，母亲节快乐。牛三，你怎么把他们接来了？还有呢，爸妈也来了。真的？嗯。爸妈谁们来了？啊，来了。累不累呀？不累。好吧，你我来，你去抓着吃。好吧。
的这个家里来，他从来没给你买过什么像样的东西。你看你把莲花山养得这么大，现在还要给我们带孩子，你年龄这么大了，还要为我们操心，我买一点这个东西又算得了什么？是哦，妈，你就收下吧，这是心里的一点心意了。你还有三个心来的要用，你不用一个，妈现在是你爱我一点，包一点是一点。七妹，我不是叫你去检查身体的吗？你怎么又跑到园里来了？这园里还有这么多萝卜没拔嘞，趁现在天晴，全部把它拔回去。这萝卜早点拔晚点拔有什么关系呢？你昨天不是说头昏吗？我看你还是去检查一下身体吧。我只是有点头昏而已，不用特地去检查。你又不是第一次了，肯定是以前坐月子没有坐好就下地干活落下来后遗症，还是去检查一下放心吧。没事，今天感觉好多了，再说这萝卜再不拔就老掉了。是萝卜重要还是你的身体重要？我现在就带你去。刘三，要不再等两天吧，过两天我一定去。哎，等什么？嫂子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走吧。昨天晚上老板打电话来说，今天不要那么多小工，要不你去，我就不去了。嫂子，那怎么好意思呢？事是你找的，怎么让我去啊？没事，你去吧。再说我还有你哥在外面赚钱呢。那好吧，谢谢嫂子。弟妹，我们去捡柴火吧。不去，我才不去的。你一个人在家里不没什么事，走了走了，就当锻炼身体了。好好。弟妹，快来，那前面好多柴火。哦。哎呦，弟妹，你怎么了？他怎么了？脚扭了，都怪你！我说不来不来，你偏要拉我来。扭到哪里了？我看一下。哎呀哎呀，好痛好痛！那我扶你回去吧。嗯。哎呀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走不了走不了。那我来背你。痛！来，你站好了，我来背你。你先在这里坐一会儿，我打电话给你哥，叫他回来带你一起到医院去看一下。
不用了不用了，只是扭到了一下。要不还是去看一下吧，这样放心一点喽。说了不用不用，这个是要假惺惺干嘛呢？哦，那好吧，那我去买一点药给你查了。你好，有那个脚扭伤的药吗？有啊，有。好，谢谢啊。西妹，你急匆匆干嘛？因为脚扭伤了，我到街上买了点药回来。严不严重？要不要到医院去看一下？我看了还挺严重的，我说带他到医院去看一下，他说不用。走，我去看一下。小龙，你有什么要帮忙的就跟我说啊。